没来了，就这么三个。 什么？ 我操，都没追有的血。 好 Q， 啊，狗男枪，我操，我的炮！ 哎，戳了，不是。 怎么这么漏啊？护甲还的有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？治疗呢？ 你的呗，都好走位，他三速血吗？这么能走位？ 真是我操！我他妈说你跑这么快呀？妖姬来了，兄弟！你他妈的，这跑的跟狗一样快啊！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？ 想打小的嘛？哦，哦，干嘛？你看，你看。
吓死你！狗东西！你这样 Q， 我发现你这个 Q 跟我那个是不一样的呀，哥们。来 K 头。防塔，可是没暴击，我怎么办呢？OK， OK， 哎呀，差几块钱啊，兄弟。然后不是两三百分吗？他妈的，这是瑞文，坏了，哥们，哥们快顶不住了，哥们，这边怎么就开始杀人输了？没蓝了，没蓝了，搞什么？这德莱翁为什么一直想 A 我？但是他不加血。是有眼，怎么在装备呀？能抢？哎呦，你在干什么哟？你别恶心我啊！还有红 buff， 我操！要不要买个魔抗？感觉得买呀、啊，这等一下一套给我秒了。大呢？这么low啊！这连招看得我那啥呀，兄弟！一 Q， 亏一堆，没 Q 出来，还走吗？哥们也在满头大汗呢，这光我是啊，这应该不关我事吧？好，一条小龙都没有，还想赢？一层胜率都有点多了，说实话。妖姬不会来找我了吧？怎么跑了？没有队友能帮我们拖时间。下一条小龙已经那啥了，
还有金身，螳螂大目。如果酒桶这波再撑一点点时间的话，就好了。真不错。 Thank you.